修复的。骑兵鞍马俑的一个方阵，就是展示的这一部分鞍马俑。这个是挖出来的，对吧？你看他有的还在那倒塌着，嗯，现在出事了。嗯。那个薛总只有两个人了，还有一个是我自己啊。跑不了，他挖完以后。你看，那马屁股在那儿了，看到那个？哦，看到没有？印尼的官长。这个就是马屁股。对嘛，那里面还有，因为呢，根据密度来排算的，二号坑出土的，文物呢达到6000多个。密度，根据密度，专家密度来排算的。对，这些秦砖，这都是这秦砖。那这砖怎么散架了呀？跟你说，当时坍塌了一部分，这个秦砖的没有铺，它都没有铺，没路面都没有及时铺，不像三号坑它那个面，它铺过是没铺坍塌的，挖出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就三号坑就是它当时做的时候坍塌了。做的时候更加不是秦砖战乱嘛，然后呢，就是没有制作完成，有的说还没有制作完成，因为秦王修墓呢，就是秦二世胡亥继位之后还在修，直到农民工起义才草草收工的。那你想想看，他没修也修了200多个坑了，对吧？大小的坟墓400多个，坟墓的出土就200多个。那占地面积呢？从秦皇陵的那个西边到这边的东边，全部周围就是附近的村落都有秦时的那个啥。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真的，肯定是真的。这个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坟墓遗址。真迹，它的甲片、甲片，它甲片都是上片压下片，下片压上片，那个甲壁呢也是下片压上片。你看它，仔细观察它头发色都能看见。哦，它身上还有颜色呢。有吗？朱砂红，唯一点最完整的，朱砂拿朱砂上的颜色。而且它还是2000年前的那个，千层底皮，后面你都能看到2000年的。这个鞋也是真的鞋。真的布里鞋，真的布里鞋，就是陶匠刻画出来的。头发又不能剪，因为身体都是真的。头发丝儿。头发丝儿也能看到。看得到的。那就是等于是刻画的就非常细腻。你看这红色。是的，这就是我要说的，就是以前我们国家黑头发都染的是吧？所以古代人还是身体发肤。就只能红色保留下来。对，红色的颜料是最能保留的。这是保存最完好，没有修复。那个将军在哪？那是不是嘛？你跟你还说跟将军有米呢？将军的照。将军有米。你看，你这一比，你是不是又瘦多了？你看，头戴双卷尾鹤冠，他手臂有这么粗吗？有啊，身穿鱼鳞甲衣，上面的花结代表他军功的体现。你是健美的，人家上战场杀敌的，没有啥可比性，你知道不？哦，除了皇上力最大，他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，知道不？看，身穿那个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举高跳剑顶。哦、他是跟真人比画的，1:1，是真人。有的人说是那个啥蒙恬写诗，有的说是屠隋的写诗，还有的说是那个啥白起的写诗。这里面有个人啊，真有啊，是啊。这里面没人，没人，就跟外国那个啥雕刻，就是跟真人的样子。这个拍法就怎么拍的？将军俑级别最高的陶俑，最高级的级别，长官，
领导。来来来，黄斌给我来张照片，帮我拍一张。你用你手机帮我拍。哦，好好。你这样拍，在这里拍。全世界都一样，全世界啊，真的啊。我靠！你看出来了，爸爸，爸爸，你看他跳的好啊！大将军，刚才我把那个就是这个，这个呢叫最高级别的大将军，身高达到196，体重300，核弹是3.5毫升，身高有1.96米，将军广大，一堵将军风范，假胸假没有假背，这级别较低。军师，对，南方，咱们就说南方的才子，北方的将，陕西的黄土埋黄少。哦，对吗？你看，因为军师就比较瘦一点，看文文，咱们南方的一个那个将军，你们明显就是个南方人。画的手臂，南方比北方手下。南方的才子，北方的将。南方的才子的地方，北方出将是比较多，嗯，所以就是一个军师。我他妈的看他的嘴巴和鼻子和我还真有点像啊。那好像是有点像。啊？从他脸上我就发现，南方才子，北方将，陕西的黄土埋黄少。大家看到肚子很鼓胀，为什么？前朝冲前比较害怕，没事做就行。跟他想，跟将军目前。南方是文官。北方是武官，对，但是能不能当将军的？斜着的高，再往下斜着的，定这是中级教导，中级教导。现在叫他为三个字。是是是。皇上给他头戴双板褂，级别较高。他这个演级别高，他是属于级别高的吗？级别高的，他属于级别比将军低一个级别的。哦。啊，这哪？这个是什么呀，妹妹？哦，局部特写是吧？哦，这是那个贵社勇。贵社勇局部写是出土的，就是这个样，因为它是保存最完好的，没有经过任何修复的一个。我操，他头发当时是这个样子的。对。他颜色就已经挥发了。颜色已经褪了。对。哦，他头发当时也做成黑色的。头发是褪的。哇。过去的情。所以把它挖出来，颜色都不到黄色，挖它疼。乖乖，你看看他头发后面，这细节啊，头发。哇，那这个，可想兵马俑的这个工匠的细节，做这个兵马俑真的是厉害。都是。哎，他这里面不是挖出来蛮多了吗？这里是挖出来的，没挖出局部一部分不挖了吗？那边还有火烧的。代表的就是这个。这是啥？这个是骑兵。当时你知道那个长平之战吗？白起对赵国的那个赵括，里面秦始对那个啥有写是骑啊，就写了那个骑兵的，但是没有文物记载，但是没有记载嘛，哇，出土了就证实了这一说法。当时呢，你看。它只有马鞍，没有马镫。马镫呢是在魏晋时期才会出现。当时那马的记载呢，其实马的记载是某马五尺八寸以上，奔驰不如人，令成各一甲，令成各二甲。意思就是养马的人要把马的长度达，就是牙刀的膘肥体瘦，长度达到1.33米。如果长度没有达到的话呢，是要被罚钱的。一甲当时相当于咱现在的1000多块钱。哦，对，是这样。而且呢，还是在连城的。所以呢，因为秦国它是个马背上的一个国家。这1.33米，大将也骑不上去啊。因为秦人是马背上打天下，得取40年之下，年龄到40岁以下的才能当骑兵。精超绝伦，就是动作呢要比较干练一些，而且你没发现他的装束比较干练一点，不像其他的那些那个啥，就头戴最古老的那个小披风。
这是启禀。马尾的血是都秦去，那是秦国的马，河去马，那是秦国特有马，河去马。现在灭绝了，因为没法，这个马比较矮小。对对对，好像是比较小。你这秦国的，别看它小，但是耐跑。而且你知道秦人驱赶马不是拿鞭子驱赶马的，是拿策驱赶马的。策。什么叫策？策就是一个长棍，前面一个尖儿。哦。这驱赶马的时候不能划破马皮肤一寸，划破一寸拔一甲，两寸以上拔一寸，是这个呀。哦。所以呢，体现了当时秦人对马的一个爱护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是立射用。你没发现挂机在那个上左边？哦。为啥呢？你拔下弓箭时期，如果在右边挂，是一拉头发的。哦。方便取箭嘛？这个姿势也是挺厉害的。姿势，他在坑内的一前一后顺序排列的，然后事发不过三。现在是发现的时候有手持那个长射士兵器、长枪器，现在呢被博物馆收藏起来了，让你们想象一下。就共172个，猎人正在坑里。这是让我们展示局部的这一个。这个是啥？我要知道。就是那个媳妇儿，我要知道你都找不着。哦，这。对，发现的时候呢，它的射距还达到了30米。发现射过哦。射过。射过，这个专家出土的文物射过，就那个箭头头，射过30米的远程射击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青铜弩机。这些现在被收藏起来了。收藏起来，只能看图片。只能看了。这个，他好像也铺好地板了。铺上了，有的铺上它，有的没铺上了。所以跟你说，刚说秦朝这个是它是草草收工的。兄弟，出事了，兄弟。嗯。他直播间只有一个人了，因为我退出去了。哎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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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可怜，再努力会有人，努力再努力一下会有人。加油加油！好，真的加油。嗯。退出去了。我身体不好，没事，等下吃饭也行。其实二号坑也，这是二号坑和一号坑也一样，挺大的。那这6000多个平方。接下去我们看什么？还有什么看的？还有一个文物展厅以及园内的发展史，还有一个秦始皇陵。我看秦始皇陵要去看。看秦始皇陵哦。具体就看秦始皇陵。具体就看，那你要出去呢，免费乘坐摆渡车过去。那就不在一个地方，不在这边是陪葬坑，陪葬坑主陵墓在西边1.5公里。行，可以去看吗？可以啊，你门票包含在内，为啥？哦，好好去看吧，去看。秦始皇陵要去看，上次就没看。你上次你要不看？我不知道啊，哪还知道要看秦始皇陵？咋不知道？那你们不看那个啥吗？攻略啊，没看攻略。不是看攻略，可他们有凡是有提示呀。是吧？没有，上次真没去看。秦始皇陵能看到秦始皇的棺木什么的吗？没有封土，能看到封土，看不了，因为没有被开发。还你能看到青铜展览馆，以及那个啥，那个就是009陪葬坑。下来出土的，你去看一下那个。
发展院士、亲密马友的发展史，以及历代的总理、总统他们的地方签字合照。三十，今年第二十五。里面全是暗器，现在古代的暗器到现在也没啥用了呀，真的是。他们说秦始皇陵全是暗器。这边算书房。还没啊，那不是还没出？我出来了，我从窗户出来了。一见天日啊！还没完呀。大剑三座，关键部门。美女，里面可以抽烟吗？别抽，别抽。这里不能抽烟、啊。你就别抽，忍一忍，出去再抽。罚款的。哦，真的。对。为什么出来？这个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汉朝的。秦始皇文物展览厅嘛，陈列厅。这里吗？哦。就汉代文物的。这就我刚跟你说有那个新疆的那个文物展厅，不是过来建览了吗？哦，我去看一下。去看看，去看看。就是刘彻的孙子就在这儿吗？你这扯远了。刘彻是汉代。刘恒，代王是刘恒的父，我们代表属于代王是刘恒的父。这是兵马俑新开发的，以前没有的，是新开发的。这一直就有，我没看。没有文物，以前没有文物了。有文物没办法。有。这假的呀？真的。啊，是，现在是真的，一直都是真的。我十年前我在这边当导游。你要不看呢？十年前我在这边也当过导游。你看嘛，新疆文物展。兵马俑我没去啊。啊。但是你看，来这只。但是新疆文物这个展其实和这个没关系的，对吧？有关系、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你知道秦统一了全国嘛，包括了新疆，有一部分的那些文化传播就在那边。哦、兄弟啊，嗯，薛总说一个人的保持记录已经维持十分钟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史上最低的流量，有那个唐卡的延续。我介绍了多少人？是吧？一看说一千多个人里面像。你现在说话。啊，这个是什么地方？墓地。不是北京自带的墓地，这新疆的。这是画是吧？嗯，他的这个是哪？他那个要有斗志，不是为了有人看出去的。为了理想而播，一个人会见记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我来，这但是这讲观众吧，兄弟，我先把观众点起来。支持我有很多种。这个在到这里没多久吧？没多久，刚来，刚开馆，这属于刚开馆。唐尼塑菩萨头像，是你粉丝啊？这有多少年历史了？这个唐到现在一千多年。1600多年了，这是太可怜了。冯明老师，佛教文化的展区。冯明老师说话，晚上出任务，看，见观众。文王寺。唐卡的一些作品出世了，但这些画应该是历史也很久了。哦，但它上面写的是复制品。哦，复制品。你看，它上面写的。那其实不是真的啊。哦。但是也可以，因为文化的展览。你想吧，你来了兵马俑还看了一下佛教的文化，可以吗？嗯，对。说实话，不过也没啥看的，好像也没是多少能看的。哦，这是唐代妇女化妆顺序。啊，唐代女的都长这个样子的？丰满型嘛。这也太丰满了呀，这个。看到没有？奇女子啊。对，唐代是听说就是女的是以肥美，哦不是肥美，就是谢谢关注，比较胖为美。丰乳肥臀。嗯。谢谢关注，谢谢爷们儿到底关注，谢谢关注。来者正是客，大家看，唐代真的是胖。这
些都是缩小了，你看这些都缩小了，不像蓖麻有那个一比一比例，都是缩小了。嗯，这个是吧？猎手人是猪，啊。这个是真的吧？这上面没写复制品。那又是真的，没写复制品。但是这是它的那些衣服的那个布料。哦，布料。就是他们当时唐代的穿的衣服。嗯，布料。小陈，刚洪明老师说了，网上约看。为啥你不直播呀？啊，你可以开吗？不开了吧？这种开就行了。我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这是一个人。这是他们的货币。嗯，货币。新疆的货币。新疆的货币。嗯。你看，咱们报一万。哦，这是当代当时新疆的货币。对。大B晚上必须过内场，可以吧？洪老师，可以可以啊。走，现在吃饭，我那个啥发火吃，发火吃。这是啥呀？这装饰品，这个斧子当时不是没纸吗？随身携带的，陶制的。你不忘初心呀，不？啊，对对对。铜戳，这都是真的吗？真的。他认为真的就真的。那个铜戳是干嘛的呀？你知道那个凿木的那个叉子吗？哦。就是凿木的那个叉子，跟咱现在那个戳子一样呀，就是那个戳子板上的那个戳，一个凹字形的戳。细细。汉唐时期的汉文官方文书和其他文字的简古文书记载，是要进行修补。那你接不接的？我们老师的最近有在见面吗？这是法官室。这就是法官室，历代的总理啊、总统啊，就是全部来的文化间接。怪的。那姚明儿科比他们都在。哦。博物馆接待的这些名人，哦，这个时候他们还可以现场与他们拍照。嗯，当时可以吗？好像那个啥，美国总统克林顿也下去了。这个都下去拍照了。嗯，米歇尔，美国总统。啊，詹姆斯、施瓦辛格都来过。哦，都来过，姚明也来过。这都有年代了，2000年、2008年、2005年。算是一级接待，一级接待。一级接待。对，一级接待。一级接待，当时他的人流是分散的，比如说1点的时候呢，就不会在这售票了。然后呢，他来专门来。就针对他一个人了。对，就有的也是。2008年。游客都过来在。先拍完机器了。先刷呀，兄弟，我要骗人的。你们刷了，你们马上就来。刷了之前，让你们来20分钟。那这个可咋整？真的以前，看见没有吧？哇！来的时候，包子就看不见你吗？只看见人跟人出来。就是刚刚开馆的时候，是吧？这还是暑假的时候吧，暑假应该是暑假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多人看啥兵马俑啊，真的是。看人，兵马俑流量最高的应该是10月1日，破流量达到了10万。前面的是这里，这里是这里。这么多人你们看啥呀这是？
哎，我就这以前的兵马俑，你看。我操，怀着养鱼叉，这是更没看的了呀，这是。哎呀，那次那次我们接待的话是。客人直接看了一个一号坑就出来了，直接看了一号坑就出来了，看了下次再来。老大长好了，现实能关注电话。1979年，我还没出生呢，早是早。回头带我爸妈来，爸爸来看一下，家里来看。这个是啥呀？哦，亚洲小姐。嗯，参观兵马俑，嘉定2005年的时候，腰可细了。这个俑就是在陵上，这个是还在陵内，这个是在陵内。等会你们要去看得看。哦。因为你们票包含在那个接驳上了。哦。不是，是民俑的，直播间你要注意啊。嗯，等我去看的时候，我建议你买那个30块钱的那个摆渡车票。摆渡车票。一定要，这就是出土，林内出土的文物。什么？林内出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秦始皇陵内。哦，林内秦始皇陵出的东西。嗯、不是秦兵马俑。不是秦兵马俑。不是秦兵马俑博物院的。哦。阿诺知道呀，阿诺是为了吃火的。你看这个。很有感觉，很有智慧。这个有的好像那是我们进入参观没有对外展出。你要问的话可以照。我觉得看上去就很聪明。很有智慧。我现在抖音啊。这就是马脖子上那个金刀。这是纯金哦，纯金。纯金的。纯金的，金银块、银块达到了14公斤，好像。哇，怪我。你就是江城就是金块银块相近而成。等会儿你们看实物。哇，这秦始皇的墓真的是耗资巨大呀。嗯，这是陪葬的一部分啊，还没挖完。哦，这就是当时那个秦始皇那个。这是第一任馆长的事。第一任馆长。嗯，严仲义。这个，我这儿有个粉丝向你合照的，他会不会关注我？你好，他很喜欢你的，是吧？是你好，可以是你粉丝？不是，是我刚让他关注我的。哦，你好，妹子。然后我说你是黑人影，可以，你是看你怎么知道我的？朱铁。哦，对，那就对了。我帮你拍照啊，谢谢。你看我短信没看错？后面，拿。就是和小萝卜他们吗？嗯。三，二。你戴口罩没认。然后再是吧？三，二。OK。你也健身了？啊。在哪练的？杭州。到这里来玩的是吧？对。嗯。好巧。可以。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叶彩虹，站起。将军营上面的那个花纹，是比那些奢侈品的还要好看。对，有没有像奢侈品？奢侈品好像那个 logo 就是渐渐啥的。渐渐国内的一些。哦，他马挖出来都是这个样子，一点点往下挖的。对。你说他在拿棉签在这一点一点弄，在拿刷子现在他在一点一点那个刷，就怕烧坏了是吧？对。你看他现在刚出土的那些色蓝色的，拉粉色可以。这就是风。这是啥？风。秦始皇陵风。哦，皇陵就在这里面。对，没挖。等会你们过去要去看一下。走吧，这样就参观完毕了。但是细节，这跟看的是兵马俑制作的细节。好，这些人能看到天然前面胡子都不一样。
但是永坑一号坑你看到它的气势，这边图片你看到它的细节，是不是很震撼？每个人都有胡子，都不一样。他上面刻有那个工匠的名字，刻在哪里？他头发边子上呀，那鞭子上呀，有的这还有。谢谢阿黄的999个心愿灯，谢谢阿黄，感谢五黄的999个心愿灯。大气的阿黄，谢谢阿黄的1000个心愿灯，感谢五黄。这个是几号坑里面的？一号坑的是吧？一号坑嘛，不是祖先的嘛？当时这这几都是一号坑。你到斗鱼280720问一哥，你在我这儿问，我也没办法问。看这就不是吗？我跟你说，这文字，看。咸阳庆，这地方名是地方的陶匠师傅，带工的呢就是工匠师傅做的地方。看工匠，工匠。哦，他每个都是名字对吧？对，师傅的名字。因为这批出那个陶匠的名字跟林内的他这边比我这大，对吧？所以你去问一哥他能不能行？你问我，我又不能传话。完了。所以你要问一哥，不要问我。我你们去280720斗鱼问一下。阿黄这两天身体练了吗？阿黄，你自己开车来的还是？对，自己开车来的。嗯，自己开车来的。你看你是乘坐免费的摆渡车把你拉到秦始皇陵，还是你自己直接往西，自己那个过去的？不认识，我们过去。啊？我们过去不认识。你们，那你就乘坐摆渡车。摆渡车，嗯，他把你拉过去，好像是6点收车，关6点收车，标。你过去吗？我不过去，我就讲秦始皇兵马俑。陵上我们那边就不讲，陵上我们有专门的，我们没排到陵上。嗯，那哪里有车坐？我等我把你送过去。好，我还要回再带一次。现在还有人在看吗？有啊，才几点？才3点。你之前来兵马俑都没参观过秦始皇？没有参观过，不知道啊。所以这次来了就看过去。完了，兵马俑。你现在去哪里啊？去看秦始皇的墓。你是不是走累了？这还有谁的墓啊？你累了？没有累，我问。就没有你来参观就秦始皇。你现在看他陪葬坑，墓没参观。墓后面还有什么吗？看墓我也啊。就结束了，还看啥呀？就结束了。你看一下那个红车马展厅，差不多就结束了。冬天的第一个评论。项羽的，这里有看项羽吗？啥的项羽？项羽不是乌江自刎的吗？怎么在这儿吗？嗯、是。那个啥，鸿门宴在这边。鸿门宴。鸿门宴哪里有看？鸿门宴在那个，现在在那个项目营，就在项目营，就在我们这里临潼县城呢，这现在还没看。嗯。秦朝就是被项羽灭了，是被项羽灭了。秦朝算是当时
各地方农民不是起义，还有一个刘邦嘛。嗯。算是被项羽灭了，但是刘邦接管了，建立了汉嘛。汉高祖刘邦。对，汉高祖刘邦。刘邦选用的一些制度都是秦始皇统一之后的，根本就没有改。汉法当时也算是很严厉出名的嘛，就是秦法的延续，就是汉法。秦国法律当时很严谨的。实说实话，我对历史一点都不了解，对吧？我看出来了。看出来了。对，弟弟一直了解的是不是我给客人讲，客人给我讲。一点都不懂。好多喜欢，你知道健美就行了呀。对，我知道健身就行了。知道你这健身呀，领域不一样呀，对不对？嗯。你要啥都知道了，那你还请啥导游呀？对，那不就把你的饭给掐了吗？就是的。我记得我原来都是都是我想跟我那儿拍的呀。哦，跟那地儿。谢总，你直播间有多少人？就剩一个人。就剩一个人。那现在还三个人。那你看啥背面啊？都没人了都。坚持就是胜利，就是。和孟子哪里啊？还大公园。在兵马俑西边1.5公里处。远不远？远呀。现在走过去啊？走1.5公里啊？有车，有车，摆渡车是让你走1.5。我看也走不动路了，越看一看都走不动。嗯，红兵有点那个。今天真的订酒店，兄弟，给个面子吧。干嘛呀？薛总家也不，薛总家不能住吗？不是，你难道希望我明天元旦没无精打采，我整活的，我帮你整活的呀？你到底要不要礼物了？看看晚上你能整什么活吧。不是晚上整什么。为了明天的整活，你也很晚了，你实在不划算了，你又往很晚了。你弟明天去华山去订酒店，那么贵，不是这边有儒家的，我儒家便宜100多。你这边？我本来以为会蛮冷的，其实好像不冷。不冷。有床睡的对吧？要铺水垫什么的。啊？有床睡的呀？不是人你是2米的床、啊。人活着不是我只要有床睡我就能睡着的。为啥？我要有优雅的环境呢。好的环境。优雅的环境。环境我花钱呀，那得花钱呀。对啊。你有钱呀，没有货，现在没有货。我昨天只睡了一小时。又只睡了一小时啊？我只睡着一小时。我翻来覆去，我就不自在。但薛总也是我连累了你。那为什么我一睡就睡着了呢？红兵啊，你干嘛了呀？昨天你都这么累，你应该马上能睡着。这房间并非我这个，我是那个认床的呀。排面要排面的，不是我不要排面，我不要排面，我要睡好呀。现在你们就过去看这个。对。这个。这方原来店我看过，跟美国合作，让我去看了。真看过。我这儿吧，我这儿近，咱不用报警。三个，就三个。我们老师要环境。哦，这里过去就坐摆渡车。我们直接下去坐摆渡车，就售票厅门口那边坐摆渡车。就停门口了是吧？嗯，售票厅门口了。500算什么？我跟一个西广州的时候，酒店800一天，是吧？这么贵啊？400对一个来说是钱吗？我说而且我是那个儒家只要100，你这样，你给我100块钱，我房间。玉少是今天这么想住吗？实在不行，要么你睡我房间吧。啊？你睡我的小房间吧。然后你睡哪呀？我睡大房间，好。你不可能睡大房间的。我可能大房间你能睡着？为什么大房间为什么不能睡着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说，我不知道。你奇了怪了，大房间大床为什么睡不着呢？床很硬啊。啊？我小房间床也是硬。我知道，小房间温馨啊。行啊，就是在薛总家附近弄个酒店也蛮方便的。
你能不能别在一哥面前老弹弦？一哥不差这个。不，我差，最近差。最近你真差。真差。难怪你一个老板，难怪你真的不定啊。嗯。你真的差。嗯。不是昨天喝酒，那个酒吧里面都一千了那个。嗯。我们订个酒店。所以更差了呀。更差了。好吧，那我尽量撑住啊，我尽量撑住。我昨天真的吃了一小时，尽量撑，尽量吃。我昨天六点多钟还没睡着。两米宽还不够你睡啊！我靠，我应该说我是沙发呀，我都没睡着。而且我昨天一会儿爬起来，一会儿爬起来。那是床呀，那两米再大的床啊，这床，席梦思床垫。哪里有席梦思啊？不是席梦思，你看俺家住的是席梦思。徐总，真的，就是说不是不好。不是不好事，我也心里有心事，在这个外面这个沙发上会不会受不伤之类的。好，有暖气的呀，你不冷啊，黄先生？我家里是空调，空了很干的。不是，我要帮，不是我贪图自己的那个舒适，我帮一哥整活的呀，我肯定要睡眠，那个起码五小时以上嘛。房子大，两米。你这样，你今天晚上整活如果好的话，节目效果，那么我就帮你开一个。那昨天。还可以，昨天不行。昨天是你有事，那个昨天本来蛮好的，那个氛围达到顶点了。昨天没事，没办法，那个、我确实没弄到，没回，对我好呀。你对了，人家都说你扫兴了。对。人家都说昨天半夜里酒吧本来蛮好的，后面小费啊，还有那个。那没办法，我只看眼门前。眼门前你把灯都关掉了呀？更没办法，我有事处理事情。这今天没事，今天有事，今天没事，会不会临时有事？不会，所以今天看你了啊。是你跟我说工作和生活分开了，再有事你就要顶住啊。他们说今天把小陈拿下就给你看。什么是拿下？小陈。什么是拿下？什么叫拿下？拿下就是清拍的。清这个就很简单，不要不搞就行了。不搞的啊。哦，好，行，可以。喝完酒吗？我不喝酒。最近那店说错了，老板喝过吧？再来两瓶，不要喝一瓶，你要看一下。你要吃饭了吧？我不吃饭，我今天在看我店。这么吃，现在不吃。来，烤羊肉来。口琴，这口琴。这些东西都那个工艺品，小工艺品。我买过。之前来过一次买过，其实没啥用，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。有的人买有用就买，没用不买，没用就看一下。对。哎，这果汁现大现到5元一杯，现大现到6元。这是当时那个就是文创店的那个四号馆，你知道这个四号馆是这个。里面是干嘛的？也就是一些。跟长安十二个时辰里面一个仿唐的一个建筑，里面装仿唐的建筑，仿唐的那种装饰，拍就是拍汉服写真呀什么的。哦，那现在没有关了吗？不是说没有，跑了，跑了，倒闭了，倒闭，造孽。那些卖些礼品。那个车在哪里坐？车，那个把你送过去，我要
去瓶子里面反正积水就流了，送过去。等会我带他们吃点东西吧，我也饿了，吃点东西吧。你就跟我说车在哪里坐就行了。售票厅旁边。售票厅旁边是吧？你要吃的话，你去吃魏家凉皮吧，那个便宜。凉皮便宜。魏家凉皮便宜，因为那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价钱，基本上也就贵上一两块钱能接受。其他的那一碗面38，你可能有点贵。便宜便宜。我咋那么实诚呢？嗯，对，便宜好。有啥吃牛肉面的什么地方？你在倒闭了吗？吃什么？吃面啊？那这里啊。你就去吃魏家凉皮吧，他凉皮。这个是吃香菜的是吧？没有，臊子面看到吗？我那个是饭店，我们是小吃店。那你就吃魏家凉皮，味道它都是全国那个啥连锁店差不多一样。这边有个二舅面馆。啊，大舅他二舅嘛。在西安玩几天？3到4天吧。3到4天，明天可以约一下那个啥。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。陕西历史博物馆。历史博物馆，它有从原始社会到晚清的文物都有，就代表性的，比较值钱。它可以到几点？啥？到几点？那个好像到5点，你要约早又约早点。那魏家凉皮就去那。走走走，去吃魏家凉皮。那个便宜，连锁店哪里价钱都一样，是吧？贵也贵不到哪里去。好。那吃完就是那个正对门的，正对门的就是坐那个去灵上的摆渡车，凭身份证上车，发票就现在就过来点呢。这哪里证明？来，水饮料、香烟。哦，行。金色的大巴哦。金色的。金色的大巴。好，我们买点水吧，谢谢啊。一哥，他走了。走了。我们就要去坐金色大巴去那个。那这不划算呀，这带完，这我当时到时候6块钱。来，水饮料。带完的。买点水。热水在路上，那个拿个水溶 C 吧。在哪个位？当中的。我当天最近吧，还带大家去看一个。多少钱？你们要啥？啊？要啥饮料吧？还有热的，肯定。你那个水比较便宜点，最便宜的。最便宜的就是百岁山矿泉水。3块钱。啊，拿这个。热的饮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。比较便宜。什么是热饮料？这一热都热，看要哪个嘛？这是说哪个？这多少钱啊？那个3块嘛。矿泉水啊？矿泉水3块，龙水5块。百岁山有热的不啦？百岁山5块有。那5块，这个三块多少钱？一共多少钱？我也要把一盒省钱。16。我这个10块啊。也要挣10块。那何明老师不是说一个钱是花出来了，怎么现在又省钱了？那肯定省钱啊！都带着2个呢。能不省吗？真的是，我一个也不用花这么多呀。那是开车去的还是坐大巴去？那先吃点吧，吃个凉皮。要是凉皮倒闭了。啊？不，就吃饭地方就到碰下来再开，就是广告说的那地方就倒闭了，我一家凉皮。不是，你要吃饭吧，可以到朋友那吃吧。啊！葫芦鸡。葫芦鸡吃炒菜。你看你要吃啊，我让朋友便宜点。不用了。看看这个有啥吃。啊，我们那个要想看，现在看完以后要回市区是吧？行，先回市区吧。10块了，要不要？到回民街吧，回民街吃吧。
荧幕上也去了。去了去了去了。去了。还剩那十块钱。我妈有今天这十块钱。不要我真没钱，我说五块钱，我真没钱来着。这多好的，我这家喝水。后面，他高大了，这都是那。哈哈哈！这人都老不老笑呢。不要，不必。来，添十条蛇，加十个了。后面有。两个老板，你找我，我打工的。我真没钱。这阿姨太执着了。太执着了，他不会跟他上大巴吧？前面老板，你找我。这阿姨太执着了。哎呦！去啊去啊，都到了吗？没人看了，没钱了就没人看了。哎呀，正好，来快，等。你坐这儿，坐旁边我就回来吧。能坐吗？怎么了？他口罩不知道贴哪里了。嗯。哦，有点挤。就那个石榴，好像是多少钱？还有妈妈给你留着，我拿下它。你要多少钱拿下？五块钱，他愿意了？不愿意。5块钱给我两个，我里面有四个。少一点。两个够吃啊？少。三个人两个怎么吃啊？我们也要多带两个。公园路，我在西安玩。我觉得蛮好喝的，酸酸的，这个饮料我蛮喜欢喝的。现在正准备是吃一哥，你有黑头吗？我下面的头比较黑。我路通才五千多，11407。刚才走，今天走2万多。我们那个看完以后呢，回这里，然后我们去那个和平街吃点东西，好吧？我是真的吃完东西去和平街别的地方，不信你出来找我。我刚刚叫你拍张照片。晚上的话呢，咱们找一个小饭店，找一个饭店在西安呢，整点节目后面，弄点喝酒节目啥的。你赚到钱，我给你拍。你找不到我就对了。昨天可以赚到钱。你还可以打我。那没办法，没赚到。妈电话，问我妈的电话是，不告诉你。回民街吃东西，薛总安排不？我说安排，但是我现在不方便，你得借我钱。其实就是我安排。我是真的在西安，我手表不方便。等再回上海的时候，
你就帮着一哥直播嘛，可以。想视频电话不就知道了吗？不是，那黄明他不发声为啥呀？我他突然视频电话不就好了吗？你为啥不发声？我整活，我创造了很多超模火箭、飞机、大炮，我要花什么钱？等一下到秦始皇陵再打吧。你创造这个，你也可以不花钱，真是的。我不花钱，观众有意思。我信你个鬼！我是创收的，我要创收的呀！我今天等一会儿又要创收了，我明天又要创收了，我后天又要创收了。如果我手表没带，那我咋跟你聊天呢？我们坐公交车不是血管，是那个我们景区安排的。你在北京，我去看那个秦始皇的，而且我都去过北京了，还住了五天呢。我刚刚下播，然后呢？你可以给你给我打个电话。我长了十五。我这心情怎么样啊？播了几个小时？啊，等一下，悠悠电话了，我给你说十六分钟。五十六分钟，不止吧？五十六分钟。找了十五个粉，对，然后再火粉，然后再过段我还帮一个拉个粉丝，可以了。是，薛总，以后薛总，你能不能就是帮我们打电话下车的？来宝贝，亲，这你都出去完了，还在做作业是吗？一点五公里的，我可不信，我出去完都不带作业的。有点像以前同学春游啊。辛苦的春游啊，坐巨龙车，不是，这是让景区安排的，是吧？那都是，大家都是这样的。你如果真的在北京，那就发个照片给我呀。而且我专门的女的，我这里实在办不到啥，我再给你推。在这个西安。国民啊，那个肚子饿吗？饿啊。我没有给那个包蛋什么吐司吗？还没吃啊？血统肚子饿吗？也饿了。下面一顿饭谁请？下面不是说你管大家？吃泡馍，我要吃泡馍，我喜欢吃泡馍。泡馍可以啊，啊，吃泡馍。啊，血统请吃泡馍。泡馍，泡馍。我只能去秦始皇拍个照片给你。我特别喜欢吃泡馍。可以去尝尝小炒。好。泡馍是没问题啊。你说什么？我信哪个鬼？你这糟老头子坏得很！你这个老头子啊！凉皮是吗？凉皮是什么？我们也是我们陕西小吃。那凉皮里面放什么？大花椒。就光吃凉皮，没有什么肉啊，什么东西？酱，一个叫三星套餐的，里面就是一套肉夹馍、凉皮加冰糖。好，可以。可以啊。刚好我有券。有券。九块九。还没用。九块九一个套餐。对。就我探店当时拿了奖励，还没用。九块九可以吃这三样东西。对啊，你看嘛。昨天开始我就跟罗西和鸭鸭。探店啊。他不。不信你说罗西和鸭鸭。看我们。红兵因为没有睡好，没事啊，没事，还能补救得了。今晚开个酒店就能补救了，双倍反弹。今天我在撑场。我等下这张票挺好吃的。公交车我坐过呀，昨天没坐过公交车。我有昨天经验。但是说实话，我很久在上海很久没坐公交车了，真很久没坐了。杨洋跟彭家阳啊，你去找他们，不知道你认识他们。然后呢，你去找他们，就
他们会告诉我救命，他们会告诉我。王指走就走散啊，王指导啊，后边的朋友都在这儿了，重要的事情只讲一遍啊，仔细听。可以拍照。不要先着急。好了，各位，我现在欢迎大家来到地山羊村门口参观。咱们今天购买到那张120块的门票，参观两大展区，一个是早上大家看的兵马俑，一个是即将咱们要看的骊山园风景区，就是真正埋秦始皇棺椁的位置。两地间隔2200米，由于距离的问题，国务院给大家配备了大巴车。那么咱们在这儿参观的重点有哪些？里边参观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？仔细听。看导览牌，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在骊山园风景区的东门这个位置，而今天我们在这儿要参观的重点，秦始皇的主陵为什么没有打开，内部的结构到底如何，里边具体有什么东西，包括世界上最豪华的青铜马车青铜之冠于去年5月18号拉到这个位置展出，以及在它的旁边新挖的陪葬坑具体是干嘛的。全程参观下来的路程在5到6公里左右。这座陵园的占地有多大？3386亩地，里边岔路口很多，很多朋友是自信的走进去，最后自信的走丢了。博物院为了提高大家的参观旅游质量，为了推动秦文化，在这个地方给每辆大巴车安排了一位引导式的参观讲解，带领各位去看，不用付费。兵马俑属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以弘扬历史文化为主，所以喜欢历史想听讲解的朋友等会儿务必跟紧。而且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不许使用任何的扬声设备做讲解，全程嗓子来喊，我只负责讲解不负责找人啊，所以想听您跟紧就行啊，错走一个入口，错走一个出口，多走2到3公里左右的路程。为了您的时间，想跟就跟紧。里边的参观方式分为两种，第一，自己从这个地方步行进去绕陵一圈，大概所需要的时间3.5到4个小时左右。第二，里边有第三方提供的电瓶车，乘车去看，坐一站看一站，坐一站看一站，这样参观下来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1.5到2个小时左右。所以怎么样的参观方式根据您的时间体力自行选择。温馨提示，由于电瓶车乃第三方提供，所以得掏钱，每个人15块钱的车费，1米2下的小朋友不用买票。重要的事情，网上购票的朋友拿出您的身份证，买纸质票的朋友拿出您的纸质票，跟着我这边走。那一个这个咱们是走路还是坐电瓶车？电瓶车吧，走不动。我都3到4个小时，我吃了晓得。基本上我觉得每个人他们都会坐电瓶车。16国师先砸5元1瓶啊。这多少钱？想想。小的5块钱3个，大的5块钱1个。我来个大的。好。你们要吗？来来，最饿就来一个吧。哎，来来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两个，三个，来三个，来三个大的啊！啊，三个大的，一人一个。你到里边还贵了？啊，这是啊，里面是贵。15是吧？3个15。哎，胡明呢？你这个是免费讲解的，这是啊。好，你吃吗？我不吃，我不吃。我你吃，你吃，不你吃，你吃，一个你吃，你吃，你吃，快赶紧吃，一个买的，不是我买的。你快走桌了。我有个建议啊，我有个建议啊。干嘛？为节省体力，为晚上的整活，
谋图大业，我在这里等你们。一样的，就看这个严肃的事旁边有没有什么节目效果。我在和不在一样的。不，你有点，你有点。坐电瓶车。啊？什么电瓶车？不用走路，电瓶车。不用走路。那跟他们呢？他们也走路吧？他们也是电瓶车。不要讲解员的吗？不要讲解员了啊。嗯。大的要几个？我要创收的呀，晚上。节省体力是吧？啊，对吧？要创收呢，我现在在这走个徒步啊，这种就是，毕哥，我要帮你创收的，我责任心的人。不到百分之一，很小的一部分。这边的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。远远要比那边高得多。我给你买，你别跑啊！但是它的史记里边没有记载，因为秦代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断代史，史官到汉代才出现，秦是没有史官的。我今天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考古专家40多年不断的挖掘总结出来的，明白没有？我会尽我所知，尽我所懂，一一讲给大家解听。讲解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有谁哪里不明白的话，您可以随时提出来，我会一一解答。我相信你给自己2小时，我能还你一个完整的大清王朝。走。没问题了。这个导游请回说了。对，我上次过去没看吧，应该看。秦始皇就埋在这儿。这个我也是第一次来看。秦始皇还没开发，这里面不让进，里面就是封死。这把你探墓了。啊？电子身份证。到这儿进来。我们也这就进。你好，那个我是身份证照片可以吗？照片可以先排队排包。啊？你稍等一下。谁拿的照片？我要照片。我照片。来拿照片，在这排队哦。你拿身份证在那边烧，都在这边烧，有身份证的都可以烧。那我们这个票呢？票在机子上烧。谢谢。拿票在中间烧。还有。500101。全站票。刘老师，你好。那都是他们要搞。这群友刚下过去。这个售票处要买。不然的话，你就走路。怎么弄的还？对吧？你啊。怎么弄的？你那买买啥都没干。走3个小时呢。买吧。你看他导游也是在这里排队坐车的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基本上他不会，没人会要求自己走的。我这小道。你小道你走。我不你走吧，你走吧，我们一块走。不，你走，我不走。
他在吓唬你啊，其实丢不了。不能用啊。4张60是吧？60不能用。你会走吗？会啊。你会聊天吗？4个人。哎呀，你真麻烦。喂，要自己嚟喎。唔系四个吗？四个一齐买得啦。不是四个人一起买的吗？这边四个人。啊。你找我，我找你啊。3张。几个？3个人。3个45。来，旭东拿一条回来，拿一条，拿一条。我。啊，没问题。票给我。走。一会儿会出来的，东郊房子是吧？东郊房子，这里是东郊。没人会走啊，这有人会走吗？有啊，有走的，有精力可以你就走。走3个小时是吧？啊，那估计在最少都在2个小时上边。稍等一下，到这儿我再讲。你妈适合晚上玩，刺激的。嗯，晚上玩。我们走了。秦始皇。不好玩吧？一禅咱们去看看。一禅观日还有。一个反正我们这儿个不一定说法，就是看完灵一定要洗澡，会有些不干净的东西。哎呀，别去嘛！你他妈的乱七八糟的，那是我给你洗澡的。
你以前只是在课上学过，就是来过，来过没错。我坐后面。有点冷。保险带没有？没有。抓稳。我操！这个有点冷啊。没刚下过雪。这车没窗。这个青藏黄陵挺大的啊，真的大。青藏黄陵可有牌匾了，绿雪照平阳。这是刚下过雪吗？还是有人走。比较萎靡，我黄老师已经，累了，又累了。
走了，我们走了，徐志平。走了，你喊我动个。哎，有了。这个雪是在高下处可以喝的雪水。谢谢老板的浪漫话。那说实话，他这个导游是，他带着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么多人，这个是吧？这么多人看人，我们这一组人才叫多呢。啊，走快点，把前排，对，不然你们听不到。好，所有的朋友都在这儿了啊！我们的第一站 K9901陪葬坑 ，K 代表的是坑道的意思。990199年发现的第一座陪葬坑，称为 K9901陪葬坑。这边的坑道是以年限命名的。早上大家看到兵马俑那边的坑道是以发现的顺序命名的。74年我们最早发现了一号坑，以为只有一个，但是到了76年的4月份和6月份，在它的旁边进行探测之时，相继又发现了2号坑和3号坑。所以根据发现的顺序。给他编的啊。那么咱们今天的这边要参观的重点 K9901陪葬坑，还有铜车马博物馆，以及秦始皇的主陵，他没有打开，大家都知道啊。为什么没有打开？司马迁记载，秦始皇的地宫挖得很深，有多深？穿过了地下的3层水。我们这个地方的1层水大约是15米左右，也就是说秦始皇的地宫大概就在地下的40多米到50米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地宫底下的结构呢是以模拟9昼5月的形式构造，有山川，有河流，有日月，有星辰，金银珠宝就不计其数了啊。那么到底有没有水银这个问题，从80年代就到90年代的时候，专家一直在进行研究探索。90年代末，我们用了卫星遥感技术，在秦始皇陵顶部12000平方米处发现有强烈汞的异常反应，所证实了司马迁史记里边的记载。所以在不破坏文物的情况下，想打开秦始皇的地宫的这种科技，50年之内的世界不会有，100年之后兴许可以谈一谈。下一次等您再来到这儿的时候，或许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我很期待和大家下次的相聚，我坚信100年以后我仍然会在这个地方等着你们的到来。到时候咱们来一次真正的误会大秦。笑不笑啊？100年之后我们都死了。管事不是很好，看到黑板了。文明是机动台，两边坑道的，对不对？那它叫什么？叫长，不叫赏。云想衣裳花裳。都平时用我的吧，我这儿没有，一样的。我也是武器。夏天的时候可以穿个小短裤、小短裙。那冬天的时候怎么办？普通的老百姓，他会用麻裤将裹起，用于取暖，叫蛮。我给你抱呢，拿一下。叫裤，一个叫藏，一个夸夸，把那些不务正业的富家子弟取名为纨绔子弟。